科学的孩子，或者很小的小朋友，他我们要鼓励家长真的带着孩子一起走进来，走进孩子的天地，走进科学的天地，你跟亲子之间有更好的对话。五天活动除了有回收材料制成的大爱环保树木，打造的小羊舍，传达零废循环经济理念之外，更有科学竞赛、闯关体验、创客展演、定向越野等精彩内容。就是这种科学的游戏，让小朋友可以多增加一些科学的体验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很好玩，因为可以学到很多科学的知识。亲手用积木搭建成不同的建筑物，孩子们从玩乐中学习耐震科技。这个馆就是可以让学生他们学习，就是建筑物的构造，积木的方式，还有这种手作的方式，然后让他们来了解，就是其实建筑物的构造对于地震的危害其实很大。一楼还要比二楼牢固，二楼那个车，我们刚撑到七级的时候，那个一楼没有做很牢固，那个让二楼倒了。生活及科学用体验加深孩子的学习意愿，也创造更多美好回忆。大爱新闻邱慧玲、李明峰嘉义报道。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新闻，感恩您的加入，我们再会。